关心的是疫情，即届即华航即诺富特即外流人卡架是经过了即台北加新北市，在台北市居家隔离人已经252人，已经创新高。台北市长郭文德今日宣布讲，伊是含旧年的秋冬专案同款，暂时先卖升级。在新北市政府呢这边是发布了这防疫升级，今日有那指示讲未来这三礼拜老人做伙食饭这边呢改做是来炸白豆。疫情阁升悬，初二阁增加4个本土个案，卡了遍布台北捷运、公车甲车厢。台北市卫生局已经完成消毒，阁展开疫调。台北市地处隔离人数达到252人，创下新高。面对疫情来个真凶，台北市政府防疫敢是要全面升级。开会讨论了后，决定维持去年的秋冬专案，暂时无升级。延续去年一直到现在的秋冬专案。那我们严格的监视整个疫情的变化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才升高防疫的层级。郭文德强调，防疫工作会随着疫情的变化做联动性的修正。目前北市防疫有三阶段，若有本土感染不明案例，则会启动后一阶段的防疫。不过目前确定只延续去年秋冬防疫专案，呼吁市民挂好嘴安，下来指挥维持实验制。在防疫跟经济发展当中，还是取一个平衡，所以我们也不叫超前部署，应该叫适当部署。北市防疫无升级，不过这礼拜要举办的活动北投上宽紧急跨停。华航、诺富特调兵的卡车也去过新北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初二已经召开紧急会议，下令新北市防疫升级。除了五月份各区母亲节活动室内集会采实验制，室外1000人以上需要报号，卫生局甲消防局核定。初三进一步的指示，未来3礼拜老人用餐要改做是早顿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